了啊，我们董爷吴群。飞哥好，您好，您好，小叶好，一定好，大家好。先跟大家观众朋友问候一下。好啊，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谢谢。哎，飞哥，为什么呢？平常访问女孩子，尤其是漂亮女孩子，通常都是简哥跟黄安一起主持，为什么这次拉我出来？哎，对呀，对呀，为什么找女孩子嘞？这个当然是你们一定有一点原因。你想想看大概是什么原因呢？我知道了，因为简哥常常每天见面嘛，没什么稀奇，不知道问什么，对不对？稀奇还是很稀奇。那以黄不是不是，因为其实大家距离太近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表演呢难免是要捧一捧人家啦，那歌唱得好你就要说实话，可是自己人讲实话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有点矮妞。对对对，矮妞。矮什么？矮妞。矮妞。什么意思？矮妞就是一个有一个个子不高的人的棒妞。矮妞就是很尴尬，的尴尬的矮妞。不是啊，其实我是没有这样的感觉。真的啊？对啊，我没有这样。他是比简哥大方，你说看他们两个个今天是他不想访问我吗？哎，也不是，他临时又被换下来，因为怕他不讲真话，到时候又很麻烦，对不对？嗯。哎，另外还有一个是黄安，另外一个是黄安。对呀、啊。哦，那当然，他也可以啊。啊？也可以啦。可以吗？对了，那你现在？可是我是觉得，如果黄安站在这里的话，你应该没有什么讲话的余地。啊啊！对对对，你这个讲不会啊，还好吧？哎呀。歌星一大堆人的反应、哦哎、因为黄安最喜欢在歌星旁边脱裤子啦，撒个蜘蛛网啊，旁边盘丝洞等等。黄安，我跟他是同公司的嘛，所以其实我们的交情还不错、哦。这样你懂、哦、是这样，对对对。不过我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你也是这么大牌，黄安也是这么大牌，请问你们在公司谁比较大牌？对呀、啊，这个真的很难问。你说。如果我说我的话，我又得罪黄安。对，可是如果我说黄安的话，我心里又会不舒服。可是我希望你讲实话、那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因为这样子比较很难比，很难比较。应该是讲说这个，我们能举一个现在的我们大家公认的大牌，他唱谁的歌呢，谁就比较大牌。哦，最近刘德华先生唱了一个这个叫做。哎，今天不回家，对对对，来作为这个消防之友的这个主题曲。对，那从这个角度上看，这刘德华为什么不选《新鸳鸯蝴蝶梦》？为什么要选你的？哎，对呀、啊，没有，我也只是翻唱而已，应该是姚苏荣小姐。哦，对，这是翻唱。对呀、啊，你不知道吗？这歌应该是你的年代的歌。对，那是你的年代的歌。开玩笑，今天不回家。今天不回家。你当初会选今天不回家来当主打歌的原因，不是因为简哥常常不回家、啊、我这个问题这是不是给一般时下妇女这个给自己身边的这个爱人的警惕？我不晓得他不回不回家啊。哦，可是为什么每次都跟简哥都就是到你的朋友家去吃饭？哇塞，不是访问就访问，你怎么把真的都抢出来了？不过我倒是觉得其实你眼光还不错。嗯，幸好没挑到你。哎，我这个人凭良心讲不是一个好情人。哎，我觉得我跟你的看法相反。我觉得你是一个好情人啊。真的？对对，我觉得你比较浪漫。你在很多的这种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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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当然，谢谢谢谢。尤其打麻将的时候，胡啦，干嘛？好这个接下来要谈一谈这个歌唱的技巧、经验。您觉得他歌唱有什么地方可以讨教？大家可以，你们两位都是歌手啊。我是觉得他唱歌，我觉得，非常有大将之风。现场的那种气氛，尤其唱现场的，他可以把那个所有的观众那样。唱得目瞪口呆的，
谢。对，我觉得他可以现场气氛可以维持得很好，谢谢谢谢。声音，而且国台语，对吧、嗯？那么我想点一首歌，什么歌？你们两位来唱唱，现场点、啊。对啊，难得有这个机会，你们两位我点那个《苦海女神龙》，好不好？好，孔锵老师，先听难听的，再听好听的，这样。别拜哦，今晚来听架杠精，不错不错，李玉金的唱法，马上可以比较哦。哦讲这个口海路行流，我觉得因为这个歌我比较熟、嗯、那如果像现代一点的这个闽南语歌曲，像小燕那个含泪跳恰恰，哎呦，可能我唱跟他唱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哎呦，对不对？那这个可能孔锵老师不知道能不能有，哎，马上就可以了、哦哎、你真的会唱这个看到就是这种画面哦，真的吗？哎呦，对呀、啊，因为你比经验那早出道不少年了、啊，对对对，但是又常常受到他的爸爸的这个访问、啊。访问，哎，对呀、啊，他在唱歌的时候我还在念国中啊。啊、哎，对对对，我那时候高一嘛。我还是你的歌迷呢。他在唱，你在学嘛。我跟你爸爸在泡茶嘛。啊，好了，今天很谢谢我们那个。李玉金小姐在我们这边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歌，掌声再度鼓励一下，谢谢谢谢，休息一下，进入我们的王牌威龙 Nice Shot。